让漫画更精彩，熊熊动漫解说。至少我迄今为止都没见过可以复原的人类。爸爸，你真的变成鬼了吗？发现猎物后不要慌张，要迅速摆好自己的枪，深呼吸两次，然后瞄准目标的弱点，最后扣下扳机。我希望是自己看错了，我想找到爸爸，然后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。为此我甚至不惜向所有人撒了谎，告诉他们是离学的熊做的。对不起泰吕，知道你被吃掉，我才真正下定了决心。